哎呀，小熊啊，你看今天我给你找了一个有缘人，今后保卫地球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。哎，让我来给你小小的施个法术。来，妈咪妈咪，轰轰。不错不错。哎，小兄弟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我这有个小熊玩偶，5块钱便宜卖你，要不要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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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不要！哎呦，你客气个啥嘞？这样吧，真的是送给你吧，哎呀，你就拿着吧。这个人是傻子吧？哎呦，真的是神经病，干什么了？不管他了。这只熊商标都没写，还说什么是魔法。哎呀，真的长得丑，也不知道那人脑子什么毛病。天哪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嘿呀，小兄弟，我可是活的呢，我还知道你朋友要去的地方会发生山崩。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的，我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我怎么可能相信你说的这些神神鬼鬼的话呢？那我们就走着瞧吧。哼，走着瞧就走着瞧，你说的事一件都不会发生。哟，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这熊你哪来的？还挺可爱的。这熊啊，哎，大街上遇到的一个神经病扔给我的，怎么拦都拦不住。哎呦，天哪，天下还真有这种奇事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哎，对了，最近你打算去哪里玩吗？我打算去四川永庆来玩一趟，你要不要来啊？四川哪里？四川永庆啊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要去哪里玩？你一定要去吗？去啊，我当然要去了，我的车票都已经买好了。而且据说那边的景色可美了。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一说，你知道吗？这只熊它说话了。啊？你确定吗？这种低级的玩笑你还想跟我开吗？你也太搞笑了吧。这只熊它说你要去的地方会发生山体滑坡，要不你还是别去了吧。就算这个娃娃会说话，那你觉得他说的话可信吗？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朋友，我什么时候坑过你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要不你就别去了，大不了换一班车，换个时间，换个地点，总之不要去那个地方。那也太奇怪了吧！天哪，好吧，我看
我听说旁边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古巷，也挺好玩的，要不实在不行我去那儿吧。但是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一切事情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啊，你不去就好，我们先去吃饭吧，我都饿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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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去吃点东西，我都快要饿死了。